台风山土而消散，但是南台湾的农渔民遭受重创，石化工业区也出现停摆，整体修复工作持续进行中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表示，要拼三天恢复市容。一、二、三。民众奋力想移开横岛路树，无奈太重，只能放弃。四号清晨，中央气象署解除台风山图尔海上和陆上警报。不过，已经受重创的南台湾民众损失惨重。我六支水拍四五支，什么水？咸水，咸水讲啦，啊，无水就无法度拢饲鱼啊。啊，佫无天大是食力无上锁，鱼啊拢无法度接载袂调，大家了足济。海水管断裂，找不到人修复。不仅是屏东养殖渔业，农民作物也被破坏得一塌糊涂。高雄香蕉田遭遇重创，大片作物被拦腰折断。截至到周五上午九点，山土尔已经影响了全台超过39.3万户停电，其中以高雄和屏东最多，更进一步影响到高雄石化工业区跳电，传出包括东联、台聚、中油新三清等十多家的石化厂停摆，有业者评估需要两三天后才可以恢复运转。那我们预计的进度是，在今天要完成主要道路的这个抢通，好，那在三天内，我们希望可以恢复我们的市容。那尤其这一次在整个树木的倒塌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严重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周五上午视察了市容复原和环境整理，而尽管山土尔已经消散在台湾上空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仍然持续开设，要来协助地方灾损修复工作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李金菊、叶大为、林家维、曾新敏，高雄屏东采访报道。